三目前有三位讲者，然后会来讨论就是数位韧性相关的议题。对，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就是数发部除了卖面线以外还在干什么的话，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对，他们要出来面对，告诉大家到底他们在做什么。好，那我这边的坑是跟 Mozilla 相关的计划。那 Mozilla 除了 Firefox 这个浏览器以外，还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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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不知道的专案。举例来说，像是我们有个网站，给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来录音，中文跟台语的录音。所以如果你讲中，你会讲就是国语，会讲台语，你可以来录音。那这是一个 CC 0的语音资料库。然后举例来说，刚刚录音的时候会有句子嘛？那个句子其实大家在那个现在在 Slack 的 Random 聊天，都会变成我们的语料。对，那我们需要有人把大家聊天的句子整理成就是文字档，然后我们再把它丢进去给大家录音。所以那个是一个专案，大家可以帮忙整理 Slack 的聊天记录。好，那我今天主要在做的事情，另外一件事情是就在整理这个 Prilila 的设计档，就是我们过去其实做了很多的视觉设计的档案，包含了 Mozilla 赞助过台湾的游行，那我们在当时做了很多像是 banner 啊、海报啊，然后还有办的讲座的投影片的办的设计啊什么什么，我今天在整理这些所有的就是设计的档案，要把它丢去 GitHub 上，就是把设计的档案全部公开。那如果有人会用 AI 或者是会用那个 Figma， 然后会用 Canva 的人，也可以来帮忙把这个图案放到那些平台上面去，或者是帮忙一起来做。我想要做就是日本、韩国跟美国，就是不同国家的这样子的 logo。那我想要把它全部做出来之后，就是再分享给当地的社群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会用 AI 的话，那可以一起来帮忙做这个图。对，那这是我今天目前正在手上正在做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只要是跟 Firefox 有关的，跟 Mozilla 有关的，或者是跟像是你需要场地来办活动，我们有 Hackerspace， 那跟 Hackerspace 的经营有关的事情，就都可以来找我们这边有，就是蛮多资源可以提供的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要介绍。